好听吗？还可以吗？还可以哈。对。然后有没有评分的标准？OK， 谢谢谢谢谢谢。然后，是，好，那个，有点不好意思说，好，我知道你们应该，对，喝了那么多水，一定是应该都尿急了吧？听得津津有味，我们先下课五分钟好吗？因为我们的大家上厕所，没有啦，这就是那个啦，安排啦。对，我们先下课休息五分钟，清清你们的耳朵。接下来在五分钟之后，带来一些更好听、更厉害的表演。OK， 休息五分钟，来，休息五分钟，休息五分钟，下课。休息五分钟，前面有赞美箱，欢迎大家可以用任何形式的赞美，可以给他一张小卡片、小礼物，甚至身上的钱都可以投到那个箱子。那休息的时候，大家可以逛逛我们铁花村周边，也可以上洗手间，还需要购买饮料，可以到我们的铁花吧。谢谢大家。